掌柜，崔富贵，毕命贵，牧人志那个缺德鬼，叫他起立不来。
像你这样一位日华子语之人，若效着实问君，还愁无忧封丘皇帝司马相如。
二十七岁，金科会稽，任判州太守。是因亡妻去世三年，蒙姑母为媒，我与学士夫人谈及儿，用定八年之好。日后我若不幸，天诛地灭。哎，哪个要你明事？你那姑母并不曾与我做媒呀？怎么，我姑母还未曾提过此事吗？我真正的荒唐，该死啊，该死！学士夫人，小生痴言无状，望夫人莫怪。啊，这是哪里说起？何必连声咳嗽叫我